礼拜六凌晨大约一点，蓝田平田村平旺楼一楼一个单位怀疑因为风扇电线短路起火，涌出大量浓烟，惊动邻居报警。随后250多名嘅居民自行疏散到楼下避险，消防到场开喉灌救，并救出涉事单位嘅独居男户主。男户主因为吸入浓烟不适，清醒被送往联合医院治理。警方经初步调查，相信单位怀疑因为电线短路而起火。